不愧是多功能会议室，教室就是大。哎，这门怎么开着的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欢迎来到《丧魂村》第二集。那么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集的话，可以点击屏幕中间有传送到第一集的地方啊。那么第二集的话，我们要继续来探索这家医院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洛河跟我们讲的阵眼还有阵法之类的，我们要把它破坏掉。好的，那么点赞过1000的话，我就继续来更新第三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去吧 ，Let's go。上一次的话，我们是把医院的一楼全部都给探完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去楼上或者楼下去看一下，但我直接先去地下室看看好了。哎，锁住的，好，没东西，锁住的，那去楼上吧，三楼看看。这画是什么情况？这个是医院的门吗？被封锁住了。三楼门居然是开着的，很多血迹。先往这边看，这边有单独的一间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这里是干嘛的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一下子感觉被人推进来的感觉？日记，刘安利。哦，刘安利的日记。那些病人真的很吵，明明没事却还要半夜按紧急铃，我难道不需要休息的吗？最近有点累了，是不是该辞职改行呢？常常出现幻觉，好像有什么人跟着我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一直看着我，该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？原来他叫做保罗，今天跟他去饮料店聊了一会儿，真是个全身上下充满神秘气息的男子。保罗说的对，病人根本就是累赘，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负责？护士又不是免费服务生。203的病人真的超级吵，得想办法让他们闭嘴。原来薛涛表面上跟我很好，私底下会跟医生抱怨我，等着瞧。保罗的提议很好，成功的话，这两个我讨厌的人就会彻底消失了。病人真的好烦，干脆一次性全部解决掉好了。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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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医师似乎发现了什么，正好我也看他不爽，一起杀掉好了。嘿嘿，哇，原来刘安利就是这个杀人凶手啊！我靠，你是个医生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个画，很诡异的画。我们现在这边看看，201号房间，什么都没有。OK， 哦呦，这边别掉下去，小心点。206号房间不对劲哎，有血迹从这边冒出来，看着就不太对的样子。管理员的 ID 卡可以用来开。哎，地下室传来声响 ，What？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地下室，对不对？现在拿到了 ID 卡，然后这边是直接可以下去，我们还是走楼梯吧。走，我们先去地下室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好了。地下室，哦，门开了，原来这边是锁住的。好，太平间，电源控制室，不是吧？太平间呐、啊。无名的尸块，有点腐败的尸体残块，虽然恶心，但还是带着吧。你为什么要带这东西呢？带着干嘛呢？找找看这边有没有什么箱子之类的东西。太平间怎么什么尸体都没有？电源控制室的钥匙，什么声音 ？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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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开这，离开这。Oh no! Oh no! 等一下，我这边还没看过。啊，有个箱子，还没东西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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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电源控制室，这里是什么？广播，然后什么？弱电系统是什么？电梯 ，X 光室，好，全开开。好，现在整个医院就通了嘛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离开这儿，离开这儿。这边，管理员的 ID 卡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阵眼，那个青色的东西。啊啊啊啊啊！这是什么？关上，关上，关上，关上！吓死！哎，这门开了。哦，这是那棵槐树，这是第一个小阵，把它破坏掉。好，完美。所以现在已经解决掉了一个阵眼了，对不对？他是按理来说，那个洛河之前跟我们讲的是，你先要破坏掉那个青色的一个阵眼，破坏掉阵眼之后才可以挖这棵那个槐树的。
好的，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。离开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哦，恐怖，恐怖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朋友们。哦，突然感觉很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棵槐树应该是最后的那个鬼阵，所以这个要最后来破坏它，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前往孤儿院和这个小学。这小学看上去，哇，好大呀！我好烦这种很大的地方，说实话。哎，那边有口井，先去看一下这边，先把外部都给探索完，然后之后再从正门走。咦，这口井全是血迹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先往正门走吧。我们先把一楼看完，这小学真的很大，估计要看一小会儿。先看这边有没有箱子，有。胡萝卜，哎，哦，看到槐树了，那个应该就是那个阵眼。对吧？不，那个阵法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生物教室，这是那个唱片机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。嗯，教务处，先去下教务处看看，有没有什么箱子之类的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找箱子，然后了解到这个学校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。好，什么都没有。往这边吧，看一圈吧。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学务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学校应该重点应该是在要找他的那个教室吧，因为之前我们在医院看到这本书上被杀的好像都是同学，所以这边也是可以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多功能会议室，把这些门都开开。哇，不愧是多功能会议室，教室就是大。哎，这门怎么开着的？桃木剑在手，你还想哇？怎么就刷那么多？好，你就在这待着吧，就在这待着吧。吃个面包，吃个面包。他暂时应该出不来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吓死我了！校长室，校长室现在也进不去。嗯，可以进吗？进不了。这边是什么？女生厕所。有人吗？为什么每一个厕所最后一个门都会开着的？很离谱。好，二楼的话我们继续探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然后这么绕圈回到这个地方。现在看看这边，二年甲班，二年级，前面有个尸块，这边有个周记，叫做陈林轩的周记，看一下。9月14，为什么我必须要上学呢？我一点都不喜欢上学，同学都找机会欺负我。今天早上有同学把我的书丢到马桶里，今天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，中午只好饿肚子。老师不是应该要帮助弱势的学生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总觉得最近一直有东西跟着我，世界没有我是不是会比较好？听说死了之后就可以变成厉鬼，找那些欺负的同学报仇了。哎呦，这不就是那个陈林轩的尸体吗？一年乙班。哎，这学校怎么有个大洞啊？这怎么两间学校是两间教室，怎么还通的？好，我们接着走。五年一班，五年级，生物教室的钥匙拿到了。生物教室可以去看看，生物教室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在搞什么人体实验？不会吧？又是男生厕所，你老逼我来厕所干嘛？没东西，真的没东西吗？这个应该是看不了的吧，这应该是看不了的。对对对，这里呢，四年乙班。哎呦，讲台上怎么有个尸块？是什么鬼？日记本，某学生。等一下，怎么音乐突然？这是后山吗？学校后山。听说隔壁班姓陈的女同学投井自杀了，真可怜。印象中她好像是被同班同学霸凌。隔壁好像有男同学被发现死在厕所里，学校越来越可怕了。那个死去的同学平常总是欺负之前自杀的女同学，该不会是来报仇的吧？隔壁班的班导昨晚没有回家，隔天被学生发现死在讲台上，死状非常凄惨。学校越来越多人离奇死亡了，好像有听说校长要暂时关闭学校，即使有加强的警力巡逻，似乎还是会有同学在奇怪的地方被杀害，杀害的手法都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。救命，他来了，我们走不了了。 Hell。
所以这个讲台上是那个死掉的老师被发现惨死在学校，四年假班。这哎，楼上怎么镂空了？你这个学校是被炸过吗还是怎样？女生厕所 OK。 哎呦，哎，有箱子。排泄物，厕所马桶里的排泄物或许可以用来打破鬼打墙，可是要放在哪里才有效呢？哦，这是个关键道具吗？拿着。排泄物，什么排泄物？哎呦哎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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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探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去生物教室了？我感觉快绕完一圈了。残破的笔记本，未知的人写下来的。我们班的那个傻大姐真是太好玩了，我拿到她的钱包她都没有发现，放学之后要去玩具店一趟。虽然觉得她有点可怜，不过大家都这样对她一定是她不好。傻大姐居然死掉了怎么办？她会不会来找我报仇？我把她的钱包和书丢到井里还给她了，不要来找我。你害人家，现在人家，哎呦，这是那个学生吧，是不是那个？哎呦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我的妈呀，搞了半天是因为校园霸凌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走，我们去生物教室，正好下去。难怪会有这么多的怨魂啊，是因为校园霸凌的事件。哎哎哎，好，来了。生物教室什么都没有吗？不会吧，这底下应该没有东西的。啊啊，校长室传来声响。所以现在要去校长室吗？校长室呢？在这儿，是这儿吧？校长室开了啊，没有人，什么都没有。箱子，原来是走花。哎，真眼 nice。 哎，什么声音啊？走了走了走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二楼似乎有很大的爆炸声，二楼似乎有很大的爆炸声，生怪嘞！哇，爆炸了！是可以走吗？谁射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！你怎么从这里出现了？耶！还想弄我？呵呵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们做游戏的地方吗？这个东西是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赶紧去破坏掉那个阵眼吧。哎呦，好多怪啊！好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哎，怎么还有啊？快上上上！Nice, nice, nice, nice。 好，好，好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溜溜溜溜溜！走走走！离开这，离开！哦，这门开了，居然！走，离开这，离开这。是从那边来的吧？从那边，从那边。对对对，回回回！哇，出去了，成功，成功！哈哈，拜拜。哦，该死！哥哥陪我玩嘛，不准走哦！啊！这边我有一个排泄物，厕所马桶里的排泄物或许可以用来破解鬼打墙，可是要放在哪里才有效呢？刚才我们了解到线索是，那个有个傻大姐，她是自杀了，应该是陈林轩。陈林轩，然后她自杀在了那个井里，然后有一个同学经常霸凌她，然后她就把她的钱包跟她的书包还给了她，丢在了井里。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排泄物丢到井里去？这排泄物是不是就是那个傻大姐在上厕所的时候留下的，然后上完厕所之后来这边井自杀了呢？不知道，投进去吧。OK， 然后呢？水井开始涌出大量的血，然后慢慢转淡，最后变回清澈的水。一声惨叫从井底传来，所以现在我是破解了那个鬼打墙吗？学校的这个阵眼也被我打破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他应该不会把我拉回去了吧？我解救了你。
我冲破了屏障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朋友们，我回来了。往这里走，这里走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最后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怀村孤儿院，这是最后一个阵营。破坏掉怀村孤儿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中央广场，把最后一刻给破坏掉。好的，那么第二集的丧魂村就先给大家做这个地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投币、装速度三连，关注我的频道。点赞过1000，我就光速更新第3集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See you again，拜拜。